来，我们用台糖的黑，还有我有买，因为我想说这个东西应该我们娱乐上应该很好，而且糖卫分生上。好，来开始开始。好，一杯糖太少，那我就先加一杯。反正这个用两杯糖就够两杯，比较方便。接下来我们铁架哈，大家忙完帮我煮铁架，然后我有一区就是可实操作、可实实验的。这样称，一杯是十磅的。应该好像也是半杯耶。你决定？那就半杯。剩的那杯给我，我好喜欢喝浓汤酱。这很甜嘞，老师。老师是蚂蚁族的，跟我一样。不行，我体检有红字。就等他，再给他珍珠那刚那一杯在哪里啊？啊，所以原来那杯就是这样子加进去，那有味道有差吗？我一直说那小杯有差吗？其实它一开始的时候是，对，就是珍珠有那个有一点黑糖的味道，然后还有是让它在温度再上回升一点点，它的糖会吃比较进去。就是你洗到37度，它是冷的，对，可是你糖加下去之后搅，然后再加水进去，它是冷的。那你加一点热的东西进去，它就吃的更进去这样。但是这杯已经冷啦、啊。对，所以就试试看吧。感觉好像我不是念食品的呀，就是好多细节我从来没想过。好，那我们就盖着是不是？几分钟？10分钟。好 ，OK， 什么？那10分钟再来哈。好 ，OK，OK。好 ，OK， 来你来处理。哇，好高兴哦。